大家好，我是响哥，今天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家常菜，烧腐竹。腐竹要用凉水泡，泡6到7个小时即可，然后切成段。泡腐竹的时间放两个木耳一起泡发，将木耳稍微切碎一点，再准备一点青椒，切成菱形片，红椒也切成菱形片，搭配颜色。葱姜蒜切成片，炝锅用。下面开始制作，起锅倒入少许食用油，接着放入葱姜蒜片爆香。葱姜蒜炒出香味之后，放入青红椒再炒几下，接着放入腐竹，翻炒几下，加一点清水，小火慢炖，开始调味，白糖、盐、少许的胡椒粉，可以来一点点的鸡精，也可以加一点点蚝油，颜色淡的话可以放一点老抽，翻炒冻至炒好之后，我们来一点点薄芡，勾芡，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家常腐竹做好，请大家参考。如果你喜欢响哥的视频，那就点赞支持一下吧。